为目的，但是你这交易所来的当当当当当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啊，这道做公仔。节目的继续，我们要来介绍的，哎，拍谁了？我一直在后边。这次要来介绍的这一位呢，啊，应该是我的情敌啦，哈、哦。亚东尼加李宝恩，你熟噶李宝恩？刚才李宝恩熟噶过啊？啊，那你应该是三角恋，那、啊、你叫做三角恋，行不行？啊，后来，那么节目的继续，我们就来欢迎这位狮城小欧丽友谢温先生，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上好 ，Hello， 哎，刚刚看到你在帮我。